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杜哥去旅行，我现在江苏淮安，这里是淮安高铁东站。今天带大家逛一下淮安高铁东站。高铁东站也是淮安才建的新站，我给大家转一下。我现在在二楼，这下面就是淮安高铁东站的西广场，看一看，下面是个大广场，这下面是一楼，看一看。天快黑了，视频拍不清了。这边是淮安高铁汽车客运站，能不能看到？这就是淮安东站的进站口，进站口在二楼，我现在就在二楼。淮安东站，这就是淮安高铁东站的进站口。感觉今天的旅客不多，我再给大家转一下。这就是二楼，前面坐电梯下去就可以到一楼。从这里排队进站，看一看，转着圈往里进。这就是淮安高铁东站。从这里下去就是一楼，我现在带大家到一楼再去逛一下。我现在准备下去了，从这里下去就是一楼。我现在已经下了一楼了，我这前面就是淮安高铁东站西广场，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转一下。从这里下去就是公交车，公交车在地下一层，我一会儿再去坐公交。我在淮安高铁东站一楼再给大家转一下，看看这一楼的环境。这就是一楼，进站口是二楼，二楼也有出租车可以过车二楼。淮安高铁东站坐公交车必须到地下一层，能不能看到？从这里坐电梯下去就可以坐公交车。这前面有29路、57路、60路、76路、618路，公交车辆上客区，能不能看到？从这里下去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准备下去，到地下室再去看一看。这电梯是自动的，没有人它就不走，一上人它自动就走，能不能看到？下边就是公交车，这就是地下一层。我现在已经下来了，这前面是29路、57路、60路的公交车辆上客区。这前面公交车来了，能不能看到？我在淮安高铁东站地下一层再给大家转一下，这个视频就结束了。这就是高铁东站的地下一层，坐公交车必须到地下一层，公交又来了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结束了，拜拜。